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一个月唔系一个月嘅，都系等咗好耐噶啦。咁啊，储咗172石，咁马上开始抽 mana。佢话完全冇特效。咁啊，其实唔爆弹先中啊，唔爆弹先中。哇！哪嘢啦？哇！好，第一个十抽，正常发展，正常。系啦，正常嘅呢、這个。哇！而家啲音乐系 FF 嗰啲六行鸟音乐嚟嘅，竟然系 FF 音乐系超越咗兽神祭嘅音乐。哇！老西发啦，好正老西，哇大剂啦，有啲唔对路喎，咁样发展落去似乎有啲唔系好对路。拉屎十抽，转眼间抽等，即系。今时今日要洗钱有几易啊！虽然呢啲石我系稀翻嚟，但174已经等于788啦，喊出嚟！喂，有冇搞错啊？咁样叫大压啊？第二次都咁悭你喂，第二次降临噶啦，马纳，唉，食屎啊！真系唔掂喎咩喂？好唔紧要，上次都系单抽中我睇今次都有机会。不过其实正如我之前所讲，我都预咗卅抽，今次登入，我都预咗卅抽系中唔到噶啦，讲真，我都预咗要货金噶啦。唔紧要，今个月未货金，今个月冇货金啊，今个月 FGO 嗰啲全部冇货过金，就系为咗等呢一刻。我都话咗，特登唔抽黑晶就系为咗等呢一刻。不过可能啲四抽中咧。哇 ，Kira 亚马多。呢、这个好似我一直我嗰阵时啱啱玩怪蛋就话呢条友好似高达嗰个基赖 ，Kira， 好喂，俾啲特效得唔得？哇，四笔将，好啊，传说中嘅四笔将，最后两招，哇，会转啲咩出嚟咧？好紧张。哇！梵谷，我有咧，只其实呢只都冇用嘅，就呢只由出到而家，我都觉得佢系完全冇卵用啊，系啦，冇卵用啊，因为你打伊甸都系撒旦主场啊，食屎夏侯惇，唉，玩完，好啊，准备放金啊，算啦，下条片见啦，拜拜。